颁发匪逃匪荣誉会员。匪逃匪创立于民国十年，天津北洋大学的一个荣誉学术学会组织。匪逃匪代表哲学、工学、理学三种学术，得到这个奖项也代表着在学术上的一个肯定。在这个荣耀时刻，让我们恭请张董事长仲明博士为我们颁发荣誉会员证书。校友荣誉会员建筑学系郑明仁教授，让我们掌声请郑明仁教授上台。郑明仁教授，郑明仁教授请回座。电子工程学系林中志教授，让我们掌声请林中志教授上台。林中志教授，林中志教授请回座。接着颁发匪逃匪荣誉会员各院会员代表，恭请张董事长仲明博士颁发荣誉会员证书。建设学院代表谢一郎，人文社会学院代表童文群，工学院代表蔡玉鼎。学院代表曾从玉，学院代表李建定，商学院代表许茂新，
恭喜以上得奖的同学。谢谢张董事长，张董事长请回座。